有舍等啊！感谢订阅，感谢你这一年来的支持啊！Thank you, thank you。我订阅你之后都看不到你开台，还好啦，你现在不就看到了吗？你现在不就看到我在开台了吗？情义无可取，一堆情义人哦，天下第一啊！葛雷夫符文哦，葛雷夫符文基本上我好像没有放。我是用1208啦，基本上跟那个时光奈雷利差不多，只是会把它换攻速而已，会把第一排第一会换攻速。现在姜过哪只强啊？奈德利、尽抓、格雷夫这些远程的姜过角色，这帮的都放比较强，比较主流啦，大家比较爱用，因为农业快，gank 也不错，然后容易肥，非常蛮强。奈德利哦，奈德利蛮容易被 ban 的，刚刚赛场玩了，今天玩到两场。两安，哎呦，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！冒改刚怎么走进来的？他刚怎么走进来的？没事啊。那儿大大，LV 12189，感谢订阅。你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，我的东西还是我的东西。伊丽丝在这。
哦呦，看最多哇！去，我看他。蓝 buff 掉没差，杀人绝对大于蓝 buff。这应该是我觉得这秒了，我一把就位。哦，猪！好想操他哦，但中路线不好，操他就是我多死了。干什么干什么？哎，这个人往下走要干嘛？应该不会被带走。干什么干什么？哎，这个人往下走要干嘛？应该不会被带走。真的要带走，快逃啊！应该是带走不了吧？所以冒凯停下去。我靠，冒凯来了！哎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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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自己人，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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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呐！靠，干死他们！再次，再收！小人宝宝，加油！哎，布拉姆在这，小人宝宝，冲啊，宝宝！对，不错不错。看对面最好这样带斧的哦。宝贝，这么着急。我第一次看过有人这样带斧。这布兰姆没死。就本人去收布兰姆，布兰姆大概剩200滴吧，打个一下就死，一两下死。没关系，蛮赚的。你脚就走，他不会没事。
干好危险啊！给他起个包，我等满了。Nice. 我先自己滑回去接那个阿，他一开始没中的，然后他走了一个铜闪，然后就吃到了。三波位有点可惜啊，其实 ED 不用大，我应该就杀到 AD 了。我阿太慢射了，我射到布兰姆，他被扣上伤害打到了，不是第一段。如果是第一段伤害打到的话，路线应该一开始就死了。宝宝这个单杀，怎么会宝宝？还三发财哦！这个大绝，这个被砍爆，这个铜伞，蓝蓝后雷哦，可以吗？我干了！哦，打到，看看蓝头雷被我看到。飞丝宝宝一个戳，宝宝一个普攻，宝宝一个被闪板，宝宝被击在原地，宝宝一个跟蜘蛛 PK 中，蜘蛛 PK 中，好，新来一个推，漂亮，蜘蛛这时候已经没有了闪现，估计是中了，蜘蛛中了，宝宝这边，哎呦，这个中了，现在玩的他们要崩哎、欸，哎呦不错，很偏掉赢了 ，double kill。帮我看，就是不知道再拆几点，他真的是没有被杀过。我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做 jungle 单杀散路。你们有看过 jungle 单杀散路吗？马上来为你示范一次。蹦蹦蹦蹦蹦。大都不用按，大都省。还可以反他懒，爽。通通都是我的。我感觉别打起来。那炸的。N O R E G 0390661，感谢订阅。多打起来，让我们好。这次也，哦哟，队友赢了。
吃一轮野怪，我再推个三。不行，推兵太慢了，推兵太慢了，我就推兵有点慢。不要推兵慢了。BOOM！ 我好像按慢了，我是不是空大？欸，我大九打到兵吗？还是没有？好像是空大。啊，算了，没打了，打回家，回家，回家。给他吃兵，可是我空大，我没有喷到小怪。我有这个跳跃，哦，宝宝这个被 Q 了，宝宝一个普攻，宝宝一个点燃，宝宝一个 Q， 宝宝各种普攻带走，哇，宝宝好痛啊，宝宝，宝宝一个，宝宝一个跳舞嘲讽，宝宝下去了，宝宝普攻一比二逃脱，真的宝宝，情况下没有人打赢我，我最近今年去就是看到谁就抄谁，好，抄粉叶，抄你的粉叶，啊，我赢了，成功打赢了粉叶。还有谁要来给我抄？还有谁？等，干他的事！哟，最高，考个红。宝宝自己在杀人，不说宝宝的，哇看宝宝一个一打二，哎，感觉哦，宝宝被围殴了，宝宝被围殴，对面加油队友，哦，可以可以，阿奇尔是吧？阿奇尔，考个红，看宝宝自己在杀人，不说。宝宝的，哇看宝宝一个一打二，哎，感觉哦，宝宝被围殴了，宝宝被围殴，对面加油队友，哦，可以可以，阿奇尔是吧？阿奇尔别走，跟阿奇尔走了。哎，没闻到哎，宝贝。安安，我没擦，蜘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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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宝宝别顾着自己玩，宝宝，干嘛宝宝，我的。好无聊，我才干肥，干我才干肥要一打五，结果就他妈有人头了。